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一二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乔林日志。今天乔林日志来到新加坡的红帽桥。那我们今天的行程呢，是要去新加坡的可口可乐公司拿赠品。那我现在在这个路上过马路就到了。对，那我们待会见 ，Let's go。直走，左转。左转。这边吗？304。这边吗？304。304。可口可乐的仓库在这边。所以开门了吗？哦，哇！从这边进去，仓库的味道，这是储藏空间嘞，好赞啊！嗨，我要维可丽了。耶！我现在拿到可口可乐的袋子，这是赠品，然后总共有三个，一二三，三个。那我们今天来到红帽桥，所以理所当然要去吃螃蟹，就是很有名的螃蟹，小 S， 台湾的小 S， 新加坡的孙燕姿都有吃过的。对，那我们这就走吧。拜拜，我们现在到了这家海鲜店，然后这家是孙燕姿小孩子他们有来过这边吃的店，然后他们还在螃蟹壳上面签名哦，所以大家找找看有没有他们有没有在上面签名，那只螃蟹还在不在？对，这间超有名的名店，打卡名店。OK， 像没有什么人呢、欸。然后我们现在 virus 期间要这边进去，要刷 QR code。OK， 这边要扫 QR code。我们没有吃食物之前不可以戴口罩啊。嗯。然后如果有没有吃食物之前不能摘口罩，好。没有吃食物前要戴口罩。摘口罩。你讲想法。他是想摘口罩，不可以摘口罩。嗯。然后有什么需要按这个 ？OK， 好。然后我们要螃蟹粥，有粥吗？没有。现在没有粥哎，那螃蟹有什么？跟什么一起？我们的粥还要吗？这个点吗？这一点我就给你点。有螃蟹。我们现在要。螃蟹饭吗？有蛋的是什么？面呐、啊。不是面嘞，不是饭、嗯，这面有饭吗？哪个口味？如果是点这个加饭，你可以吗？它没有粥。它没有粥。我们的招牌就是这个，从上到米粉汤。嗯。它那边招牌。啊，小 S 孙燕姿吃什么？小 S 跟孙燕姿来都吃什么？你说小 S 来？嗯。那时候他来的话，你还没有来，我来了。你来了。前届人都知道他们来，是我没去。啊？为什么你不知道？我到最后他们说了，我才知道的。嗯，还是你认不得他们？估计是他们来过。OK。吃什么？我刚有点个螃蟹配白饭这样吃。那奶油螃蟹跟白饭。可以啊。来两碗白饭。螃蟹一般都配馒头吃，很好吃。然后那个奶油大饭都很好吃。
哦，配馒头，所以不要配饭。你要配饭吗？还是配馒头？里面有一点点辣椒 ，OK 吗？一点点可以。那你们两个要小只的还是中只的？小只的就好了。小只的是母的啊。好，小只母的。76-93一只。今天76-93一只。好。配馒头的话，实力够吗？小小粒的大馒头。你要配馒头还是配饭？好，配馒头。配馒头就好，饭不要了。其他的呢？鸡蛋你要吗？青菜。那招牌要不要？肉要，东西要吗？肉不用，螃蟹就够了。青菜是吗？青菜好。菜可以啊，菇不青龙。哦，我不吃菇，不好意思。那就芥蓝啊、豆苗啊、三八干葱啊，豆腐我们自己做的豆腐也有啊。你要吃什么菜？你要点什么菜？豆苗好了。要。豆苗小的。蒜蓉炒还是蚝油炒？蚝油还是蒜蓉？蒜蓉好了。蒜蓉。蒜蓉 OK， 这样就好了。先这样吧。好。好。上台的时间半个小时到45分钟。半个小时到45分钟。会快一点。所以现在打包的人很多。还是我们打包？尽量来。我们打包比较快吗？打包也是一样要等。啊，这边吃就好。这里吃就好。好，吃不完可以打包吗？吃不完可以打包。在哪里？两个人不可能吃不完的，一个人分担。OK， 好，谢谢。这边呢，它的螃蟹计价是这样子的，然后普通大小长这样子，然后普通大小都是母的，没有公蟹，中只这样子，大只这样，所以它其实我的手掌这样这么大，然后它今天的价格普通是76块左右。不是高，它是母的有蛋。然后它这边其实停车非常的方便，进来从这边停车非常方便，然后进来就到了这里。对，龙海鲜螃蟹在这边，我之前跟一个 uncle 还有跟知名人物有来这边吃过，然后这边进来有两个风水池，然后进来走，这边有很多那个明星签名的螃蟹壳，我们看一下有谁。
们的明星墙王冠。哇，港星也有来哦，小 A。风水做得很好，我们第一道菜炒豆苗来了。好，首先吃给大家看，第一道菜是这个炒豆苗。我点的是蒜蓉炒，里面有一点点的那个大蒜颗粒在里面，然后吃起来很香，然后在嘴巴里面很油嫩油嫩滑嫩的感觉，就很适合配饭。可是今天我们来吃螃蟹，所以我们没有点饭。OK， 豆苗完食。湿纸巾啊是长这个样子，不过它因为湿纸巾要收钱，所以我们等一下这个会还回去给他。对，这湿纸巾要收钱哦，新加坡的湿纸巾都要收钱，所以如果你用餐之前你要先问一下店家的服务生，他们都会跟你讲。耶、yeah, 我们的奶油螃蟹来了，这样子一只是一公斤，一公斤是这样，新币是85块钱。对，然后这边的新加坡吃法，他会建议你用这个小馒头来沾，沾它的这个奶油汁，这样一起吃。然后他店家会给你这个螃蟹的这个夹，让你来夹这个螃蟹。然后这边呢有一张纸，他会说店家没有100%螃蟹肉是结实的，然后吃饭时间6:15到7:00，对，这是等食物的时间。对 ，OK， 那我们现在开动啦。
明的吃法就是叫男朋友帮你剥，要不然就叫女朋友帮你剥，要不然就叫你妈叫你爸帮你剥。细脚肉快出来了，拔不起来，可能还要在关节这里要再打开，关节打不开直接吃吧。奶油螃蟹好好吃哦，thank you.
记得按赞、按订阅、按分享哦，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